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咱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亮华，啊，我乃原住民，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啊，另外我咧介绍我家己，我拢讲，因为阮这姓是清朝的官员世姓，啊，因为阮的祖先拢较会住伫溪边，哈，水边，所以这清朝官员真有学问，使阮这个姓讲住伫水边的番。所以三点水边啊一个番啊，啊，这个名，这个姓袂歹，有水，另外下口蚕，蚕顶缘发米，好，所以这袂歹哈。OK， 好，啊，拄好咱秘书长有讲了马英九啊，你看伊数学考遐歹哈，无及格，48分，啊，这款的人。你做咱中，即目前台湾伫你当局个领导人，吼、哦，所以领导家呢不得不进，哦，咱即几年生活真歹过，吼、哦。那么我另外有一个故事，后尾来讲，好、哦，即伫美国啦，哈、哦，因有开一个国际医学，吼、哦，外科医学，也即个研讨会，啊，全世界。这个科学家啊，那个医生吼、哦，拢有去参加。那么到下晡时啊，这个下咖啡时间吼、哦，啊，都有三个，一个美国人，啊，一个日本人，啊，一个咱台湾人，啊，做咧开讲。啊，这个日本人就讲，哦，阮即马外科医术真好，阮一个少年囡仔吼。五六岁车祸，伊个手，吼、哦，都迄个火车搞过啊，拢搞到碎碎碎。啊，阮有法度用显微手术吼，甲、哦、接倒转去。啊，这个囡仔，十年后参加世界这个钢琴比赛，得第三名，哦，这个足厉害个，吼、哦，表示伊手安尼甲接不拢足好势。啊，比如。这个就，这个医生就讲：“哎，那有啥？我嘛是十年前有一个少年囡仔，吼、哦，脚后车弄断去，哎，都弄个碎碎碎，无多爱截肢。啊，阮甲鸵鸟的脚甲倒去了吼、哦，这个去参加奥运会得冠军。啊，咱台湾这个讲，哎，无啥。”阮吼，伫二十年前，我有一个少，迄、那个四十岁吼，嘛是车祸啊，吼，哎，头壳弄破，哎，脑只拢搞歹，吼。阮用一粒低的脑甲倒入甲移植入去，迄个即马伫台湾咧做总统，啊，就真个咱即马遮艰苦，就是安尼，吼。好啊，这笑话啦，咱来讲正题啊。台湾国际地位要安怎好正常化？哦，这第二个大条呢，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吼，安尼会使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大部分用感情来讲，哦，无照国际法律。哦，所以你看咱即马上学做法律学院。咱是照世界的标准，哈、哦，就敢那像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全世界拢通用啊，哈、哦，敢那差一个讲你韩道路是倒边还是韩道路正边，啊、哦，就像日本，因韩道路是倒正边，啊、哦，所以因是左边去右边回来，啊，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甲咱起这铁路，你看伊火车咧走是倒边去正边转啊，包括即卖高铁嘛是。倒边去，正边转来，吼、哦。好，那么咱是照这法律咧讲，唔是黑白讲的哈、哦。好，
这都有念过啊，哈。好，啊，咱先来了解讲，咱到底咱台湾啦，这法律哈，近代主权地位有变化，就变化安怎？哦，那简单用较简单来复习一下，就是1895年，因为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战败，所以因为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就是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的，为大清皇帝取得着台湾甲澎湖，哦，伊只马关条签是永久甲台湾、澎湖割让和日本天皇，哈、哦，永久的并不行啊啦，哈、哦，你要甲看，你若上网，你要甲看马关条约原文，伊是永久割让和日本天皇啊，哈、哦。啊，现在会当割让，就是因为迄阵台湾了个连大清的殖民地都唔是哦，是大清的拓殖地。因为当时清朝无在条为北部到南部开一条公路，无在条安尼铺桥造路，甲为北到南连接开，所以拢一撮一撮，拢叫做拓殖区。哦，比如讲台北盆地一区。哦啊，桃竹苗这一区，哦啊，彰化、台中这一区，台南一区安尼，无连接做伙哈。迄、哦、像迄个四路大桥也无做，无都通嘛哈、哦。是日本政府来台湾，较甲为北到南，或者纵贯线哈，或者台一线铺桥造路甲拍通，甚至各家。地路啊，做开。哦，日本七五十年，甲咱台湾建设啊，变全亚洲，堪日本是平等的，哈、哦。所以日本人真有心，佮甲咱教育，哈、哦，甲咱台湾较早号做张力之气的所在，改善个卫生条件拢是亚洲第一名。好，那么来到1952年。是因为日本政府哈、哦、天皇，伊伫这个1945年8月15日，因为战败哈，美国甲侵略完阻断了，日本天皇有惊着，哇啊，美国唔知还佫有几点呢？啊，若拢杀来侵略啊，我日本的大和民族可能会灭你呢，所以赶紧无条件投降哈、哦。啊，投降了，总是爱签一个。停战的协定啊，哈，这最终呢，停战真正战争结束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甲正式规个战争拢算结束。以前迄个呐停战要无代表战争结束，你若无签这个旧金山合约，你若话去拍，买菜去拍，你若讲无要照旧金山合约条件，无去拍，哈。所以，这个旧金山合约签了是要求日本政府爱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主权要搁伫日本天皇的手呢，因为无过户嘛。你看咱民间的土地买卖，绝对要先请大师写契约书，吼、哦，啊，要求迄个地政署说爱派人来测量鉴界。爱定盖据，双方买卖双方爱当庭确认这个盖据对唔对哈？啊，那对签字，哦，办过户。民间一个土地了，爱加慎重，何况讲一个国家的土地要挂牛给人，哦，当然嘛爱经过一个国际条约，哈、哦。啊，过来，一般买卖有卖就才有买方嘛，哈、哦。啊！你看嘛，即届旧金山合约，原底伊较早那开罗因所谓开罗新闻公报、开罗宣言，是讲要甲台湾甲朋友伫战后，伫美国主导之下，要去幸福中华民国。但是1943年迄阵的开罗宣言，台湾迄当时要阁是等于日本的殖民地，因为迄阵的日本的。明治天皇的明治宪法还没有实施在台湾，是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天皇下诏书，把明治天皇的宪法在台湾实施了，
台湾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你来到1952年，在我那个1951年九月七八要签旧金山合约时，就已经发现讲台湾已经割让未出去啊，所以只有要求日本政府要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所以没有收作国，无甲这个台湾甲澎湖过户，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拢无。OK， 好，啊，即嘛台湾的地位，澎湖台湾甲澎湖，还阁是美国这个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君主占领中，但是即嘛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个台湾地理当局，就是较早流亡的中华民国，咧代理管理当中。所以有真侪人讲，哪有美国军事占领？我拢无看到美军。哦，其实伊是委托蒋介石部队咧甲咱管。哈 ，OK， 啊，好。过来，咱来看讲，台湾有足侪问题。哦，啊，上基本第一个问题，咱就要先了解讲，到底咱是虾米人？哦，头拄啊，咱比如怎样讲？咱大家拢自称讲咱是台湾人，但是咱无法度用一个啥物证件来代表，吼，甚至咱所用的钱币顶款嘛，而且中华民国，吼，好啊，到底咱是啥物人？咱来先认清楚，你较袂认错做老爸，吼，好啊，咱先来讲，台湾今目前有分平埔族、甲高山族，吼。啊！日本时代，伊就讲叫做高沙族，吼、哦，塔卡沙国。啊，这高沙族是足有代表台湾，吼、哦，即、這个无论是风土人情，另外因外国人来台湾，因足爱看原住民跳舞，吼、哦，高沙族遮，啊，是因的穿插服装，因为足有特色的。啊，那么平埔族因为较早看外国人，吼、哦，包括清朝因遮人，有满化。满清嘛，哈，因是满人，所以台湾人真侪拢是许中国，哦，都因一脉相传落来，好，甲为啊个明朝啦、清朝，好，到即卖中华人民共和国，互因遮人来甲咱台湾人等于洗脑，洗甲咱做个头壳拢是中国思想，哈，啊，所以咱即卖要爱倒来找咱家己的根，就是爱先了解讲，那么咱到底？平埔族是有几种呢？刚才平埔族原来即个浅黄色，咱就有十族啊。那么即目前高山的原住民哈，我开始讲叫做原住民，就原来即个族人，这原住民哈。其实咱正港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是即块土地的族人，啊，真可惜就是讲咱即。七八几年以来，拢许外族来甲咱统治。会使讲上下面就是荷兰时代，咱许荷兰一间公司咧甲咱管，你知无？或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好吧？好，是许一间公司咧甲咱管的哈。好，马进，啊，咱另外来介绍讲，平埔族即14族为十族啦哈，为这个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台北地区遮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吼，伫阿扁啊2000年选到中华民国这个总统了，伊甲总统府头前迄个介寿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遮的平埔族，哈。啊，过来咱头族名即搭叫做道卡斯族 （Tokas）， 哈。那么中部、中华、南投、台中，哦，遮都有三个族。伫遮哈，有一个帕布拉，啊一个马布萨，哈，啊个一个帕仔，哈，啊那森林家己遮有一个族叫做红安雅族，有个人敢那简单讲叫做红雅族，哈，啊上大族个制作伫台南叫做西拉雅族，那么西拉雅族伊个另外两个支族，啊，就是因个语言甲生活习惯拢介同款啊。但是迄阵日本人来，我那有甲分做，
小林村、麦村的那个做大满族，啊，隔壁地区再有各有一个叫做马卡道族，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好，我的祖先较早是住伫茶山，这个茶山高雄这个茶山，啊，这是迄个蒋介石来了，把茶山改做寿山、寿山，哈，其实原地名拢叫做那隔壁地区在地这人拢讲迄个叫茶山，哦，啊讲。透早要运动，就去爬茶山，哈、哦。那么，原底茶山伊会使讲是本身伫古早时顶，敢若一个岛。四国连登遮吼，遮阳来为高山蛤蟆仙，哈、哦。伊拢是叫做沼泽地区，伫海中的时水会可能到腰遮。海水呐退潮退，就差不多剩一窟一窟的水。啊，阮的祖先马卡道族本来拢住伫这个茶山顶馆，干那渔猎就好啊，免耕种，爱食海产落啊山卡，哦，迄那退潮时的虾啊，即马鱼啊拢钓离啊，一窟一窟做好咧，各有贝壳，哈、哦，所以茶山顶馆有足的贝壳种。啊，你若要爱食山产，山顶嘛有迄个小山枪，吼、哦，我动不你着用陷阱钓着有啊，所以遐嘛有迄、那个。瘦骨种，啊 ，OK， 但是真可惜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海贼叫做林道乾，林道乾，伊发现讲哇，这个高雄港迄个所在吼，一定迄个茶山的边啊，迄个会当做一个天然的港口，啊，所以海贼的伊的船再来一定来停落遐，做伊海贼的根据地，所以伊就拍起来。啊，因为阮的祖先拢是拢咧渔猎，啊，生活足好过啊。啊，平常时也无咧战争。啊，因咧海贼等于是职业军人呢，啊，咱是业余的，当然拍输伊啊，所以就要拍四线。所以阮的祖先就走，有诶走去屏东，哦，屏东有较早叫做阿高城，或者阿靠，啊，台语翻做是阿高城。啊，那么高雄这个所在或者塔靠。反正台语讲打狗吼，啊，日本人来台湾吼，来伫高雄要设高雄关吼，啊，高雄市这个，因为这个塔口拄啊因日本话号做高雄，所以因就甲迄个高雄这个名就号大，即马这个所在，哦，高雄的名就是为安尼来，为阮平迄个马卡道族的音译变作日本的高雄。所以爱河较早日本人是合作高雄川，哈、哦，而且阿马卡道族伫社长顶来做高雄市长的时候，好、哦、有着为了要纪念阮马卡道族，所以伫纵贯线的边啊有开一条新的路，甲合作马卡道路，哈、哦。啊，所以你若要记这个马卡道族，哈、哦，我。用的方式，您绝对记得掉，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回家来弄的包死的，好、哦，安尼你会记的哈、哦？我就是马卡道主的，哦，啊，我住伫水边的番，啊、哦，啊，您莫笑番啦哈。其实咱台湾人85%至93%，你的血内底大部分拢是高山族还是平埔族的基因啊，你若唔相信吼，拄啊，秘书长嘛有讲，你去台北饲这个马偕病，你马里教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 DNA， 我你开10万块，伊有抽血，甲你验，你就知讲，你有几趴是高山族的，啊，几趴是平埔族的，吼，啊，佮有几趴是外国的基因，吼，啊，其实台湾外国人的基因留落来留足少，哈，啊，那么那南部的，你会当去。高雄医学院，哈、哦，遐有咧验，哈、哦、，OK， 好，啊，这个高山族，吼、哦，因这十几族，哦，我迄我都较不熟，吼、哦，所以我都免介绍，哈、哦，因为有迄个泰雅族啦，吼、哦，啊是这个布隆族啦、阿美族啦、达悟族，吼、哦，这真济，哈、哦、，OK， 好，啊，闽北族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的手甲凹弯个。只要会有一条凹陷的痕，哈、哦，这个标准的平埔族的特征，
过来就是你的脚掌要知影，详细记的，然后必损的，迄也是哈。啊，过来就是双眼皮啦，哈，甚至皮肤哈，像我这安尼，行了有小我超会打的这些个，好，我这差不多十一分色个呀，哈，都叫我超会打的，我这也拢是。咱先了解咱台，咱是南岛语系哈。咱咧讲平埔族，其实咱拢是跟太平洋这边哈，南太平洋这，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哦，甚至包括广东、广西这哈，拢是南岛语系的人哈。啊，所以唔通认为讲哦，我姓这个姓老啦，姓陈、姓林，这中国姓。哦，所以阮的祖先就中国人。中国人为着要甲咱统战，伫满清的时候就赐姓予咱。哦，像我这个姓就姓苏的，唔拿苏我姓，予阮这个族有姓，佮苏族谱予咱。所以我去较早提阮的族谱，嘛是写讲，阮的祖先是福建遐来，但是无甲你写福建对一省，嘛对一县安尼。所以你等于找绝对找无啦。在台湾，阮姓潘的血的基因，跟中国姓潘没有血缘的关系，好，这点咱来知影，所以咱唔好用骗你，好 ，OK。是安怎？咱拢会摕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好，这就是因为伫1952年自华台北合约里底，好，第十条，伊讲。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哦，就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哦，即马伊即个咧讲，就是咧讲，伫中国遐来伫台湾遮个中国人，以及，哦，你注意哦，以及前属的以前的伫遮个住民，或者你咧讲日本时代，日本人，哦，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了。要个老李台湾家，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或者前属在台湾跟澎湖的这些住民，哦，伊甲咱视同，哦，你注意听哦，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伊视同的其实的意思就是唔是啦，你唔是啊，但是我甲你当作是安呢，哦，所以叫做视同，就像马英九咧讲的。伊甲原住民当，我把你们当人看，伊心内就是无甲你当作人看，吼，哦，无他都去特别强调，我把你们当人看，好，哦，好，啊，因为来到1952年这个时阵安尼了，咱的准都拢正式台湾人拢摕中华民国这个国籍，这个身份证，啊，若要搁较早来讲，就是1946年。伫1月12日，伊是用行政命令，甲咱台湾人甲平和这人，拢总甲你变更，用行政命令甲咱变更，讲咱拢回归祖国，变作中国人。其实，伫旧金山合约还未生效以前，咱拢是要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吼。因为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咱。我迄个日本的法呢，哦，甲咱宣告台湾甲澎湖的，他在日本人，日本的台湾人，哦，伊甲咱的日本国籍除籍的对吧？好，哦，所以咱说唔是变作等于悬置啊，暂时甲咱的国籍甲咱去除去，好，哦。啊，是安怎咱台湾人无国籍？好，哦，即马就是讲到这。本地咱已经无日本的国籍啊，爱暂时去摕中华民国的国籍，但是伊用视同，咱是中华民国国籍的是。来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哦，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伊这个签头拄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呀。这个呐失效。本来要甲咱视同为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已经失效了。所以，伫个日本
甲咱处置。啊，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搁甲头拄啊顶管这个台北合约啊失效，所以咱就变成无国籍。哦，这是安尼来。啊，咱大家大声嘛拢唔知啊，是咱秘书长林志兴。在2006年10月24日，好、哦、用228名的台湾人，好、哦、本土台湾人去告美国总统甲国防部，啊因地方法院，好、哦、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收件，甲咱收件，迄阵秘书长就甲阮讲啊，咱赢一半，因为咱去甲告的对象是美国总统或者行政部门。啊！伊会甲咱收件，代表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有司法管辖治理权。啊，若有司法管辖治理权，其他都拢有啊嘛。表示台湾是真正伊咧管的，无咱他无爱去甲其他的国家，比如英国啊、法国，还是苏联去甲告。好，好。过来，那么台湾人无国籍，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底？好，啊，这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啊，拄啊讲诶，其实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迄个日本的法院吼，甲、哦、咱处置吼，甲、哦、取消去啊。那么咱若要去恢复国籍，得依照琉球返还这个模式。琉球伫1945年4月7日，哦，这个四月七该出兵，就是尼米兹上将吼、哦，海军的美国这个尼米兹上将，伊是迄阵是太平洋。海军的总司令，啊！你等下讲，这个迄阵的海军是拥有上强的武力，哈、哦！因为伊船顶航空母舰有，这个航空器就是有飞机，啊！伊顶管嘛有海，迄、那个海军陆战队，哈、哦！因为陆战队是海军哦，海军陆战队，哦，伊是两栖登陆，哎、哦、哈！啊，所以你看，伊有海军，有空军，有陆军，所以伊怕起来。这个琉球的是，连就随地琉球顶完成立美国琉球海军军政府，好、哦，好了啊，较稳定了，伊佮佮个这个海军军政府交予陆军，类似美国陆军军政府，好、哦、，OK。啊，迄、那个四月七，讲迄天，拄啊日本的天皇。把明治宪法施行到咱台湾，所以把咱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是港日。啊，那么咱依照琉球法案模式就讲，琉球伫1969年的时候，迄阵日本政府已经这个经济水准已经发展甲足好呀。好，所以啊，日本因为伊免烦恼军事武力，因为美国有咧甲美国保护伞保护，所以。日本干那开自卫队钱呢，所以因大部分的人力拢咧拼经济，或咧拼科技，所以日本迄阵的电器啦、汽车外销美国哦，赚足侪钱。迄阵的 Toyota 哦啊，这个尼桑哦，一只车拢伫美国作风行的。啊，日本的电器用品哈、哦、，Sony 啦、国际牌 Panasonic 有哈，都是吧，因家嘛拢。打败美国的遐大品牌，像较早 RCA 电器有啊 ，RCA 电视、音机，包括真理智，拢有日本的电器公司甲拍败，拢倒去啊！吼，即摆拢已经无这条公司啊！因赚足侪钱，所以日本政府伫1969年就跟美国政府参详讲，那么我爱阁赔偿你偌侪钱，你可别甲琉球还给我日本，吼，美国甲开价开。$320,000,000，好、哦，所以日本政府就把这条钱交予美国政府，按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就包括钓鱼台，拢个还予日本，好、哦，所以咱将来嘛依照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咱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爱来跟美国参详。讲看爱去赔偌济钱，伊较要甲咱台湾平和，还转予日本哈。啊，那若转去，当然咱就自然就两个取得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了哈。OK， 好，
啊，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后壁个国家吼，因个观念较先进，因拢用属地主义。只要你呐啊，比如伫美国，你呐伫美国生个囡仔，自然就取得美国国籍。虽然你也无也毋是美国人哦，啊，所以美国有这个属地主义。你看中国人足爱去美国生囡仔，包括较早行政院长李万，因个祖囝一个叫做李清安。哦，伊怀孕的时候，我就走，调工走去美国，把迄个囡仔生伫美国，我迄个囡仔就自然就摕到美国籍啊。包括你伫美国的飞机顶，还是美国的这个游轮、哈船顶，所生的囡仔，拢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好，啊、那么东方这边受中国影响的，拢全是属人主义，就是你爸爸。啊，父系这边只要伊是中国籍的，伊生了走去到对拢讲合作华人，哦、啊，所以华人现在用排华，就是伊去到外国都拢未融入当地的社会，因家己自成一个区域，哦，像中国迄、那个清朝真济人拢做奴工，哦，去到美国。啊，比如旧金山遐做铁路，也是开矿，但是因的主人，因遐华人就是结做一党，啊，迄、那个所在拢较落讲较泰戈，吼、哦，拢做 China Town 或者唐人区，哈、哦，啊，所以有一挂华人赚到钱，赚到钱就是要把这钱摕返去伊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哦啊、所以拢无回馈当地。哦，你看是安怎？这个印尼啊，是马来西亚，真侪闽南啊，是广东遐个人移民去到遐，伫遐赚大钱，啊，拢无回馈当地时，所以造成因遐人拢会排华，印尼排华特别严重。啊，早期美国嘛排华有一段时间哈，啊，这就是因拢用属人主义。无融入当地社会，哦，做造成的卖处啊。过来，咱来讲咱台湾人的血统哦。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句话向我听来也对哈。因为早期要来台湾呢，大部分拢查甫，所以有登山讲。但是迄阵因为清朝是海禁，因为清朝。像迄阵民政时期咧反清复明，所以尾啊因为施琅叛变吼，啊引清兵来拍这个定政治王朝，把这个政治王朝拢消灭。台北市的政治的人员哈，拢用船啊，佮载等于因大清，因为伊袂留大家，佮继续以后佮看咱本地家的。原住民结合，佮继续要佮反清复明，所以拢掠断，啊，佮宣布海禁，就是所有人拢袂使过来台湾，吼，因为惊讲佮大家作乱嘛。啊，所以伫这个情况下，若有法度来台湾呢，拢是偷渡去较济，啊，拢是查甫，啊。但你注意看，毋是你来遮做，因为有当作讲，啊，因为查甫拢无来，所以。这个当初讲来台湾，伊呐要娶某，绝对是娶咱平埔族的较济，哈、哦，爱就地取材嘛。但是咱台湾人的阿公敢拢死了啊，无可能嘛，哦、所以袂使跟他讲哦，咱的父系也拢登山来，阿、啊、母系拢在地遮的平埔族的阿妈，袂使安尼讲哦，哈、哦。其实，自早期台湾的平埔族。就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啥？掌握经济大权，哈、哦。台湾话有句话叫做“招翁”，就是这个妈妈出去看到，哎，这个查甫在引导啊，官大哦，够高做工贵，哈、哦，哎，这个啊招等来做翁，
啊，手牵的啊，你来和我做翁，或者牵手。咱即摆咧讲牵手，拢讲是咱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其实早期毋是啊，是查某去甲查甫牵转来啊，你来和我做翁啦，招你来做我翁，或者招翁，吼、哦。啊，甲牵转来做翁吼、哦，啊若无影讲遐贤做工过吼、哦，表现无遐好吼、哦，哎、欸，那你出去白天透早出去做工过？迄、那个母系社会，这个妈妈吼，把家己的行李款款的包啊，吼、哦，甲包包咧，下在门口。啊，这个翁呐，回来看到伊的物件，从收开里外，伊怎讲？他被羞辱了，你知无？哦，迄阵的母系社会是足，哦，足有权威呢。都像啊，像较早日本时代吼，阮、哦、爸爸妈妈那代啊，也是父系社会啊。大部分人咧讲的是足有威严的，足有权威啊，讲意思啊，吼、哦、啊，所以你讲台湾的女性，台湾阿嬷讲会去干那要改这个长线，讲比如讲真正会做引导，开个招灯来做翁，吼、哦，所以因一般长线流氓来遮的吼，迄、哦、种第拢是通缉犯较济，啊，不如海贼，吼、哦，啊来到遮，因为家己一个人嘛，所以洪公叫做罗汉卡。罗汉卡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流浪汉，还是乞丐啦。按这乞丐买加几栋呢？买涉局刚骗啦，吼、哦。啊，这就卖讲啊，就讲其实未使跟他讲有登山公，啊，跟他听个，跟他讲无台湾阿公呢，唔对啊，吼、哦，咱唔好用一句话怪啊，吼、哦、，OK。其实登山公来台湾十个啦吼，要来台湾，咱用比例六个四，是呐。古早的船拢细只，啊，要过这个台湾海峡，海用真大，佮颤楼，小个起一风，用冰船就死了了。所以差不多十个平均来，十个伫海里就死啊，剩四个上岸，但是三楼一回头，其中一个爱佮看讲啊，台湾歹无影晓趁食，啊就水土袂合。所以佫等你。那么这三个留落来，敢要佫活一条，真困难呢。因为台湾迄阵张力之气真强啊。你讲像迄阵牡丹社事件，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吼、哦，啊有去德国学一寡陆战的这个战术，找无所在通来实兵操练。啊，拄啊因日本琉球的渔船，吼、哦，搁浅伫这台东的。海岸，啊，五六十个起来了，去予咱的南台湾族的这个牡丹社的人抬死，吼、哦，啊，剩十几个，去予迄个恒春了一个玻璃村的客家人，哈、哦，甲护送来洪山护城，啊，甲佫转转等于因这个琉球，那么日本政府就因的外交人员就跟台青协商。抗议，讲是安怎？恁的台湾居民，台青的台湾居民，哪会把阮琉球日本的琉球人抬死？啊，台青甲回讲，哦，迄是法外之地，哦，非我所管辖。哦，日本就为着即句话，阵起兵真正就差不多3000名的日本军就来登陆为这个恒春了，这个下寮吼，车城海边啊，迄边还有位啊，登陆起来。那你，咱的高沙族的这个牡丹社的吼，嘛是骁勇善战，虽然武器输人，敢那弓箭、长矛啊，甲单发的这个猎枪，但日本的军队伊是正规军哦，哦，有正规的步枪、机关枪，佮有山炮，但是伫这个石门古战场嘛，拍几下工，因为咱的高沙做个用游击战。哦，啊，所以日本嘛，死伤四五十个有哈、哦，但是到尾啊，因为咱的实力悬殊了嘛，就输了哈、哦。但是日本虽然赢，但是嘛赢个叫做惨胜先啊，因为伊底下每个趴入去啊，拍趴因为你入去原住民拢闯入伫山深山来咧，你找目标通拍啊，原住民就暗时啊。来个咧夜袭，哦，所以我呢唔敢去想深入，哦，阿阵底下驻扎，
但你伫遐一直驻扎落去，人煞一直死，破病死，呐，张力之气，水土不服，啊，干那帮堂顶着着登革热，啊，出血性登革热，你真系死亡率一半，哈、哦，所以伫遐住两三个月，死要五六百人，啊，所以迄个就惨胜，哈、哦，啊，你甲想，日本算较先进呢，因毛随军队的军医。就爱死遐侪人，那么早期这三个留落来，唐山人上街头阁活着咧，所以唐山讲无济啦，吼，所以咱唔好用即句话骗你哈。好，啊，咱本土台湾阿公从外即正常，因为外来文化呐较强，咱拢会想讲咱嘛要迄个自我长进嘛，吼，要来学外国，哈，比如像日本人来，甲咱国语化吼，就是讲叫咱爱学日本话，或者国语家庭啊，伊甲你补助，你若学日语的啊，做国语家庭的吼，税金可能减一半吼，啊有若有配置的有较济安尼，吼叫咱台湾人爱学穿日本衫裤，吼有食沙司面安尼啦吼，好，啊这算正常。满清来时，你若会晓满清的话，比如闽南话还是客家话。啊，咱注意讲哦，其实咱即马咧讲台语吼，我即马咧讲这嘛，毋是正经咱的话语啊。其实咱的语言拢差不多流失无去啊。仅存宜兰遐克马兰族遐老一辈，可能遐九十几个，还佫有一半遐会晓讲。剩的差不多灭掉去啊。包括上大族的西拉雅族，后加在迄个台南县外遐有一个。叫做万朝长老因的祖囝，吼、哦，伊嫁入菲律宾的一个牧师，啊，伊这个牧师真厉害，因为伊有一半的话语，堪比菲律宾遐会通，啊、哦，比如飘那个南苏遐，堪那个菲律宾的有一个敢那帕拉旺岛迄款，吼、哦，因遐是话语会通的呢，吼、哦，啊，所以因为迄、那个。咱的希腊也荷兰人来了，有用新疆文书哈，用罗马拼音，把希腊雅族的话语，伫契约顶端写哈，还是圣经顶端咧写，用罗马拼音，用希腊雅的话语翻作文书的对啊。啊，伊把这文书拿来研究，即马咧救这个希腊雅的这个族语的对啊。好，那一段时咱台湾民众呢，即种。哦，咱来推广，有可能这个希腊雅族的族裔也当恢复等来，好、哦啊，所以这正常啊、哦，就早期台湾人哈美，有无？你若四十年前差不多台湾人来读大学了，就想要出国留学，拢要讲来台大，去美国，去到遐都拢差不多无等来较济，哦，十个看有两个有等来无？哦，啊，即马哦，那十几年前拢在销日本的物件。销日剧，哦，啊，那这三五年拢咧销韩剧，哈、哦，这正常啦，哈、哦。清朝嘛是甲咱台湾人漫画，好、哦、用语文，哈、哦，你若会晓伊个语言呢，好、哦，请你来做翻译官，做通译，好、哦、啊，互你较好个薪水，啊、哦，所以台湾人就学啊，就关于拢咧学台语、学闽南语啊，哦，这是因为外来文化较强。所以咱台湾迄个清朝管212年，变成台湾人拢一直咧学外来语，学闽南语，还是学客家语。啊，所以日本时代，伫1905年，就移来台湾十年了后，较平定啊，甲规个山地部落拢平定了啊，啊平埔族早差不多开半年就差不多拢平定啦。但是高沙原住民战力特别强。啊，山顶个你足歹征服的，所以开十年卡甲全岛征服，哈、哦、了，伊开始做人口户口普查，普查的结果，本岛的台湾人有甲要300万人，290几万，哈、哦，迄阵日本人来台湾差不多6万人来管台湾，那么外国人偌济，8200几个人。这8200几人，95%拢总是清国人，
大清的帝国来这里做生意的，好、哦，所以你甲想，卖高讲八千几，甲当作一般拢中国人，拢那个满清的人好啊，外国人，咱台湾迄阵都甲要300万，你看300比1，好、哦，所以你看。台湾要有外国的中这个满清的血统足少的哈，尤其遐是拢来做生意较济。伊唔是来伫遮呢，伊是只是咱可以有居留权，暂时待伫遮做生意呢哈。所以伊用语言来甲咱同化，过来树咱官，树咱省，哈，就是讲你来也要统一树立官。所以台湾人做一直学到尾啊，拢自认为咱是满清的人，好，今麦拢讲好多自认为中国人，其实这错误啊！哦，啊，在那个日本，把咱的户口做甲足清楚的，伊咧调查的，问你看，啊，你也要讲对一种的话，好、哦，你来样讲福建话，伊甲你写福，福建话就是闽南话了哈。都漳泉、厦门这拢是讲闽南话较济哈。啊，今麦伫这个境啊，写福的，你莫叫伊讲。哦，你是中国人，唔是哦。迄就是你已经袂晓讲你原地族语哦，譬如你本来是西拉雅族的，但是你袂晓讲西拉，已经200几年，你来往20年做一代，哈、哦，已经10几代啊。你甲看，干那你看中国人来咱台湾68年，甲转做3代，咱即摆囡仔拢全袂晓讲台语啊，因为自细汉幼稚园就讲北京语啊。卡通片即马拢北京语，啊！你若爸爸妈妈阁无要好啊，教台语的吼，还是客家语的吼，即马囡仔大家拢讲北京语啊。阿妈要跟囡仔讲，就安尼讲个滴滴嘟嘟啊，因为有的年纪较大，阿妈袂晓北京语啊，吼、哦。所以，那写福甲广的，那广就是讲客家话。你若写广，你嘛莫叫伊讲你是客家人哦，错误，是你。是平埔族哦，你有可能来考陶朱明，即你是道家师的去做的，但是因为你已经道家师的主语拢袂晓呀，早都拢袂晓啊，啊，所以你拢咧讲客家话，安尼日本的这个户籍人员就甲你写你叫做广，啊，过来，你若拢袂晓讲广啊，讲福的话语的，你要也要讲你的主语的，哦，伊甲你写熟。说就是说翻，吼、哦！啊，那高山迄吼，拢全袂晓讲诶，因为迄、那個，因为清朝都有伫这个迄个盐山的地所在，迄个隘口吼，都、哦、做管制哨，叫做人质官。这个所在你都袂使个人来到这要停诶，停止，吼、哦，做人质官。你若入袂去哦，山地甲你抬死，斩头去，伊不管哈、哦，有个咧警告啊，你搁要入去哈、哦，所以。在安尼情况下，原住民的伊是甲你写好做生，就是讲北美咱拢翻啦，咱都完全拢当作咱是外国嘛。所谓翻就是外国的意思啦，啊，你知影这意思无？因完全的人，因中国人的心内就是讲，因确实本尊的对啊，其他拢外国的对啊。所以你若荷兰人，因讲叫做红门翻，对不？好、哦，都那像西洋人拢洋鬼子，对不对？啊，伊对咱嘛是甲咱讲翻，就是表示咱是外国嘛。对满清来讲，咱嘛是外国。啊，你注意哦，咱早期做者进口的物件，那个农产品吼，那品种，你看番石榴，有一个番茄，就表示这种外国进口入来。啊，佮有啥？番薯、番薯，咱拢合作番薯啊，够哦，够啥？番薯姜就是辣椒啦，啊，够啥？哦，番薯会掉，嘿，无唔掉，嘿嘿，那切着扒得个哦，即外国入来，啊，拢番，啊，嘛够有一个呢，咱即马即个。来当华人，这条铁路吼，即马有新买一台车，叫做普悠玛号，好不好？普悠玛，较早有阿扁迄阵是一个叫做啥？
泰鲁格号，一个车厢阿扁还准备5000万呐，即马外马研究起来做吼，一只车厢讲1亿啦，加5000万就是因本意的嘛，贪污去的，即马车头伊个喷红红啊，咱的网友甲号一个名讲，叫做红面番鸭，番鸭嘛是外国来啊，唔系叫做番鸭吼。所以真奇怪，外国来的咱拢甲叫番，咱也方叫番，咱在地嘛用叫番，吼、哦。我今来我讲，头拄安尼，咱就知影讲，咱是南岛语系的人，咱是这个土地、这个岛屿的主人，咱是原住民，哈、哦。欢喜欢迎啦，哈、哦，大家拢做来做番，哈、哦。OK 啊！日本时代嘛，甲咱皇民化吼，都也讲过啊。好 ，OK， 好，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台湾人有85%以上是原住民的血统，就是后高山还是咱平埔族的。啊，咱来看，啊，比如讲战败国荷兰，荷兰迄个郑成功来了，荷兰人迄阵伫即个安平古堡哈，热遮兰城家哈。这个，因的这个城堡，差不多2000几个人了。郑成功迄阵25000兵马来个围城，围要规半年，吼、哦，围到因真正内底无物件好食，只好爱投降，吼、哦，无真拢爱枵死、吹打死啊。好，啊，你甲想，迄2000几个人，是毋是爱离开？所以荷兰有留的基因足少的，吼、哦，好，啊，那么我。政治王朝，迄个诗人叛变了，引清兵来甲打败了，甲政治王朝的人嘛拢迁徙等于台北市也拢迁等于满清，甚至包括较早就代理台湾这政治王朝的高官，骨头拢乌乌起来，嘛佫讲要迁等，咱台湾人好奇讲啊这。都带了好些好些，代表佮骨头凹出来。大清的人骗，甲咱台湾人骗讲，无啦，因这拢较早是满清迄边遐过来，因爱落叶归根，爱登迄边，吼爱捡骨，佮整到翁仔内底，爱搬登去因的祖籍地的对啊，安尼较会庇荫因的子孙。吼、哦，啊台湾人伫这部中个恶开，吼即号做捡骨的对啊。其实无影，遐骨头满清的官员收收咧，去到台湾海峡中拢甲弹弹落去啊，弹海落去。啥物原因？即种叛将啊，即种反对我大清的人，我哪有通啊？互伊遐好，讲佮好咧，佮扣等于等于满清吼，无、哦、可能。好，过来换大清帝国，迄个日本只要有战争拍败。日本来台湾，根据这个马关条约来了，伊有这个马关条约内底有一条文讲，限两年的时间，予你台湾平和这大清的居民，你家己思考。哦，你若无要予我管，你会当变卖你所有的家产，你等于大清，还是搬去其他国家？两年满，你无搬走的，就是我家己逐一视为。日本臣民的对吧？哈、哦，啊，所以大清嘛不留什么人落来哈、哦。OK， 过来在日本帝国去和美国拍败，迄阵伫1945年10月25，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委托用第一号命令，哦，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占领台湾，哦，来甲日本军缴械，啊，过来用美军的。船，哈、哦，家伫台湾遮，迄阵日本政府派来伫台湾有差不多30万人的军公告人员，包括伊的眷属，拢总甲遣送等于日本去四大岛，哈、哦。啊，你甲想，安尼日本嘛，老婆介济大只嘛，哈、哦、，OK。所以你注意甲看，遮的外国来伫台湾占领台湾的时阵，遮的人。所留下来的基因
你讲会当占偌济，我就少啊嘛，哈。好，安尼就知影讲，咱台湾人的血统内底，大部分拢要个作顺的，哈。好，那么日本时代是安那，因的户口成本，起码许个国民党拢甲你插足一个血块，拢甲你做安尼。伊就是不爱，互咱知影咱家己身世，因为你呐，伊顶完拢写福广寿生，哦，有色的有青，哦，像我这超会打，哦啊，所以伊就把这个福广寿生拢甲你糊掉，互你唔知影你的身世，啊，伊甲你宣布讲，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拢讲啊，咱台湾甲澎湖这个国民。拢回归中华民国的祖国这个怀抱，所以恁拢拢恢复中华民国国籍，其实无影无一点吼，甲咱骗，自细汉就甲咱骗啊！你会记咱的，我会记咱小学作业簿后壁很个后壁有写一句话讲：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啊那这中国人的堂堂正正，啊那这台湾人。伊艺术改成拢曲曲的款，拢歪歪的款，吼、哦。所以咱无有迄款话骗伊，吼、哦。都敢那做因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做台湾人拢会歪过啊。其实中国人从我讲，讲拢讲到足水亏，啊，其实做拢得病者，吼、哦，讲一套做一套安尼，吼、哦。连恁战败吼，国共内战的是战败伊嘛，讲到敢那外高人呢？因家己中华民国报纸安那报，迄阵国共内战已经节节败退啊。战败，伊不爱讲撤退哦，伊家己讲转进，讲我军转进，我军就是讲国民党党军哈、哦。我军转进神速，怕败要撤退，转个方向前进啊。我军转进神速哦，一个讲神速哦，一日千里啊，嚯、哦，走了有够紧的。共军追赶不及，我安尼搞不？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好厉害！啊，这个换作白话台语，或者怕输早赢，唔开走来台湾，哦，这是真啊，哦，所以真好讲啊，哈，因做个生这个文字游戏，好，啊，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咱来看，咱拢。即嘛真侪人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哦，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是毋是？啊，这就是因为安尼，咱开85%的台湾人选出无到15%的中国人，吼、哦，就是因为拢有教育甲一半以上的人拢自认伊是中国人嘅，所以你看两届大选，谢中廷2008年。输200万票，咱2000还有2000万人，其中有一半，还有1000万人拢等于挖过中国人呀，吼、哦，拢投中国人的票呀，吼、哦。去年小英气势还有三只小猪，就我温言我嘛是还阁输80万票，吼、哦。啊，这我等下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差不多会当，啊，我是人嘛是狗啦，啊，差不多是安尼意思，吼、哦。好，啊，咱以2008年迄阵，麦克咧做总统啊，哈，陈文林迄阵来台湾，因为台湾人吼，因中华民国政府的建设，讲拢袂使甲中华民国迄个车轮机拢袂使夹住啊，因为陈文林就要头家要来了对吧？头家要来，你这个，这他会当出来，哦，啊，所以沿路为机场。从机场到台北市沿路拢建在，拢咧巡逻，拢咧找中华民国旗啊，然后拢爱没收，啊有诶抢来，啊落等等日本做人，啊咱台湾人戆戆，人因中华民国都无爱旗啊，咱台湾人啊不要讲有即个建在啊，完了倒收倒等，拢等落日本做人，啊甲签旗啊签票夹出来，无啦，等到讲夹，搁夹一支出来咧。天路开工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哎，真正读个歹，哎嘛会使讲国民党教育成功，中国人无爱咱台湾人捍卫个，哈。等到五千旗，你看，
中华民国建立个保护较好，足惊咱台湾人去个抢来个放火烧。哇、哦！这因头家机啊，你个放火烧，代志大条啊！吼、哦，所以因派警察过条条。好，啊，过来，去年的伦敦奥运，吼、哦，同款哦。本来伦敦奥运会有甲这个中华民国前领机啊，到你家，中国啊，跟我抗议，因赶紧甲这机啊拔了。啊，咱台湾人搁在咧计较啊，搁咧捍卫中华民国，好、哦、有无？哦，啊，这就是。他个派吼，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啊，真正呐，这个比赛呐，什么话得冠军，嘛是个这个旗啊，披在身躯，个目屎啦，目屎滴，吼、哦，迄就是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呐，吼、哦，咱要撇开久啊吼，做拢咧支持伊的对啊，赶快呐，你看电音三太子，这做有台湾味的，讲爱台湾，伊这。电音三太子嘛，伫伦敦的奥运咧发中华民国这奖旗，哦，这拢头壳歹个哈。那么咱国家民族的错误的认，这个始作俑者是谁？第一，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前途皆有的讲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好、哦，本来台湾甲中华民国是牵起来，是暂时许麦克阿瑟委托来甲咱代管尔。无，甲台湾的这主权，这个领土主权移转予中华民国啊！但是咱台湾人计较啊，民进党、中华民国这个民进党，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啊，免费奉送给他，连卖都无卖呢，准送伊呢。你若要无，你讲要用卖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无呢用送的等于呢，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就是中华民国。笑诶！同款，蔡英文，即中华民国民进党诶前主席，伊伫2011年，吼、哦、十月十一，伫高雄市诶罗岗公园咧演讲，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同款，即嘛是看头拄啊，即同款意思，甲中华民国当作是咱诶政府啊。好，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哈、哦，一个，好、哦，这咱来改正了哈、哦。拍者，外省人，拍者台湾无外省人，台湾真简单，干那两种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何谓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天，迄阵外国人拢还袂入来，对无？住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所生落咱只后代，都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因为迄个时阵无外国人入来，因为蒋介石部队嘛还袂入来，吼。所以咱即卖要要求你，若要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都爱去请教你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由日本的头拄仔我。有做乌乌迄个户口填本，用毛笔写，爱迁移到迄个时代，表示讲你是安尼延续落来，哦，迄度一定摕到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的分类 class， 咱一定摕到 TW。你若有摕到 TW， 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人，将来你才可以在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可以当公教人员。好，那。除了本土台湾人以外，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啊、哦，这个外国人包括中华民国流亡撤退来台湾这一批人，都叫做难民，哦、他们可以拿到的身份证的分类叫做 C1，C 就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d，exiled 就是流亡的意思，也就是难民的意思，哦、他们可以拿到难民证，那他们在台湾就没有。选举权，就是不管是被选还是去投票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以后台湾在选举就只有有 TW 的身份的人才可以去投票，才可以去当候选的，所以以后就没有蓝绿对抗啊、哦，这个很重要哈、哦。所以以后的台湾的前途要怎么走向，就等于我们台湾人自己在决定，好、
那么这个外省人我们要把它改成叫做中国人，因为台湾只有两种，本土台湾人，其他通通叫外国人。好，你在美国一样啊，你美国籍的人，好，有公民资格人才可以去投票。好，除了美国人以外，其他去那边的都是留学了，或者去那边工作的都是外国人。OK， 好，也不可以说全省。你说全省，那台湾就变成是中国的一省，对不对？那也不能说台湾国，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好，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地区啊，台湾地区啊，只能讲全台湾啊。哎，唔好讲哦，专政各地有邦拢有得卖，吼、哦。唔好讲专政，吼、哦，你若讲专政，咱变中国一省，吼、哦。讲中专台湾拢有得卖得啊，吼、哦。专台湾各有邦拢有得卖，来。唔好讲大陆，马英九去年还特别强调，要我们称那边叫大陆，不要讲中国，是吧？不要中他的计。你说大陆，那我们变小岛呢？那我们被比起来就矮一截了啊！而且这个大陆，全世界有好几个大陆啊，有欧洲大陆啊，亚洲大陆啊，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有没有？你讲这个大陆是哪一个大陆？要讲中国哈，它是一个国家。OK， 过来，也不要讲省道。要讲台一线，啊，因为这是台湾第一条纵贯线，是大日本帝国政府为我们台湾，哦，所建造的，叫台一线，台湾第一条那个道路哈。啊，省道，你讲省道又变成我们又是中国的一省了哈，而且嘛不划线了哈，因为。你要在这个道路上跑路，还是要加油啊？无加油别走啊！公不公寡线模样哈 ？OK， 好，偷渡客这个也是错误哈。偷渡就是犯法的行为，我们要叫它叫做偷渡犯。啊，哪一天讲偷渡犯法，叫做偷渡客；啊，哪刑事案件呢，那我们爱叫做刑事客。好，这就是我们要转换脑筋。因为为什么会讲偷渡客，就是他们用中国的思想，那边是祖国，我们祖国的人偷渡来台湾，我们把他当作客人招待，所以才叫偷渡客，这是错误的啊！是外国人偷渡到台湾，通通叫做偷渡犯。OK， 好，我们分析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4年10月25号说，台湾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这里国务卿啊，哈，那以前是波湾战争的那个指挥官 ，OK， 后来他做到国务卿，他说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啊，台湾嘛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啊，这是他讲的。那我们要来验证台湾是不是个国家，有一些标准了哈。好，那我把它称作。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这个听起来很矛盾哈，是境外的国内，因为什么？美国它有50州，它48个州是连在一起，有2个海外的州是阿拉斯加州跟夏威夷州。那台湾我把它称作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因为台湾在美国的境外，没有跟美国。其他50个州连在一起，好，可是为什么要说国内？因为它是用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来管台湾。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参众议院高票通过，他们在美国制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没有跟我们台湾人商量协商都没有，他们制定好了通过，就进行实施，要在台湾实施也不用让我们同意。那么美国因为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关系，所以他才可以自己，他是依据旧金山合约有管辖治理权，
只是现在委托流亡台湾的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在代理中哈。那是不是国家有认定的标准？有四个：第一个要有领土，第二个要有人口，第三个要有政府，第四个要有外交权。好，那我们来看台湾国有没有这些东西。第一个，台湾国有没有领土？他说有啊，台湾跟澎湖，不好意思，台湾跟澎湖是大日本天皇的领土，不是台湾国。好，又有人口，我们这些都是人啊。抱歉，我们潜在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不是台湾国。好，有啊，我们有政府。抱歉，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不叫做台湾政府，哈，所以也没有政府。有啊，我们有外交权啊，我们有交了23个小朋友的这些国家，哎，不好意思，现在剩下22个，那个甘比亚断交了，哈。好，你把他们的建交公报拿来看看，签署的都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那些小朋友签的，啊，所以台湾国也没有半个有外交的关系的国家，所以这四项台湾国都没有，所以台湾标准的不是一个国家，啊，包括说的没有错，啊。那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是因为他1949年的10月1日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政府取代掉了哈，所以他是流亡到别人的土地，他流亡到台湾这个是大日本天皇的土地啊，就好像法国二次世界大战被德军占领以后，戴高乐将军哦带了一批的军工教人呢，逃难到英国伦敦，他们的名称叫做French London， 所有流亡到别的国家的地方，他只能用一个城市、都市当一个地名，叫做 French London。那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他不能用 Chinese Taiwan， 他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这个城市。其实他这个全文 Chinese Taipei 中间还有哈，应该等一下会讲到哈。有人说我们拜关公、拜妈祖，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我们都用汉字，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好，那如果拜那个佛祖的哈，释迦牟尼佛的哈，那都是印度人了。那如果信耶稣的，都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美国人了，啊，所以这个逻辑不对。用汉字的都是中国人，那韩国以前也用汉字啊，日本到现在还是用汉字啊，好，那他们都是中国人吗？啊，不对哈，所以这个逻辑不通。好，我刚刚讲的 Chinese Taipei 的全文是 Chinese， 啊 ，government exile in Taipei，Chinese government 哈，中国人的政府。流亡在台北市，拿全逃高位，叫做 Chinese 台北，哦，就是这个啊，哦，你可以去查那个，用 Google 去查字典哈，哦，你给他打 Chinese 台北看会怎么样哈，哦，就会把这个原文就跑出来了哈，哦。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政府？这我们要以日本琉球当例子啊，哦，因为。美军去占领琉球以后，因为美军是讲英文，讲美语，日本的琉球人都讲日语，语言不通，所以一定要在美国军政府下面成立一个琉球的民政府。他们民政府也有行政、立法、司法都有，啊，就是找当地亲美的士绅来成立琉球这个政府，来管本地的琉球人民。那他们。琉球的议会，啊，所立的法，也要呈送给美国军政府审核。如果没有违反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让你实施。但是在实施当中，美国发现有违反美国的利益的时候，美国这个军政府有高权，啊，最高的权力，啊，简称高权，可以把你那一条法令废止。好，OK，
那么琉球人当初他们用的是军方所发行的代币哈，到1958年才开始用美金，不是用日元了哈。而且琉球的人民要去东京啊，日本那个四大岛，他还要向美国军政府来申请旅行证件，因为那时候琉球等于是日本的境外了啊，所以你要入境日本。要有一个像类似护照的东西，叫做旅行证件啊，才可以回到日本本土。好，那2006年10月24号，我们秘书长林志生与228个本土台湾人去控美，好，这简单介绍一下。好，他在2008年的3月18号，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这个本土台湾人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属于这一块土地上的台湾人。那么台湾关系法里面，他就不是讲 people of Taiwan， 是讲 on， 只要你住在这上面的人，台湾关系法都保护到了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在这上面这块台湾岛上面，包括澎湖。你看，那中华民国流亡来这边，是不是也就住在上面？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反对台湾关系法，要把它悬置，要把它废止。我们要回到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才是真正保护到台湾人。但是这个台湾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照讲那时候应该这个判决哈，应该造成台湾的大震撼，可是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媒体、电子媒体、报纸，通通被国民党封杀，所以台湾人都没有知道，都不知道这件事情。OK， 我刚刚讲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个时间点啊，那就是台湾人，包括其后裔哈。OK， 到2009年的4月7号，我们上诉到联邦的高等法院，他给我们一个判决说。台湾人没有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就是现在这个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而且国际上也不承认。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这句话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像我们现在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那些的人民，他们上网不能经过 Google。去查询很多关键字，他都封锁，所以他们连对外搜寻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新闻事件都被限制。好，那我们再看北韩，北韩啊，上个月北韩人民偷偷从南韩引进一些 DVD 的影片，就是韩剧。光看南韩的韩剧，就被枪杀，有没有80几个被枪杀？你看，那他们是不是活在政治炼狱当中？你看起来，中国现在好像好一点了，可是从欧美的水准来看，他们真的是关在铁幕当中了，那我们台湾人一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敢随便讲话，一直说台湾人有耳无嘴，只有听就好，不可以讲哦。饭加食寡，话唔好白讲，话讲了有时要来火烧岛关，就去关绿岛，去绿岛那边深造。OK， 所以陈水扁也说啊，我关在这个什么1.86平，我关比较小间呐。你们在外面，你是官比较大间而已啊，都是在政治炼狱当中啊，从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哈。好，到了2009年7月8号，美国我们又上诉到美国最高联邦法院，最高法院了哈。这是有暗号，这是头一次，台湾本土台湾人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我们台湾那时候叫做太平洋战区哦，
他的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有美国的宪法来提出告诉啊。好，隔没多久哈，到八月六号，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代表这个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因为他知道这个最高法院没已经到最顶峰了，地方法院可以推给高院，高院可以推给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没得推了。所以美国这个他的国务院马上放弃抗辩权啊，这个放弃抗辩权是表示说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我们全体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在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告诉之叙述还有法理的见解都是正确啊，美国的国务院全部确认，所以后来才会有跟我们协商啊。OK， 那么一个多月以后，十月五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好，只是暂时，因为美国行政部门这个国务院还没有准备好。那么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也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他想说先搁置，等美国行政部门都准备好了，然后可能再提出来再审啊。OK， 而且法院也要求今后美国政府要依法正确行事，依什么法？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行事。旧金山和约是等同美国的宪法，因为只要是国际的条约，对美国来讲那是等同宪法。美国的行政部门、总统还有国务院都要依照这个法来实施，所以从这样以后。隔年的十月七月四号，啊，2010年的七月四号，经过美国跟我们协商，让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直管特区挂牌运作。好，你注意这个日期蛮奇怪的，美国的国庆日。那么菲律宾他们的国庆。他们的建国也是美国在1946年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让菲律宾独立，他们的日期也是七月四号，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也是七月四号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涵啊。好，然后你看9月8号，美国好又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啊，那时候国务院啊、国安部、司法部都有派人来祝贺，啊 ，OK。啊，九月八号又是什么日子？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哈，啊，这个美国人在安排这个日期都很有玄机，哈 ，OK。啊，这是我们2010年九月八号在华盛顿特区举办酒会，那我们今年也有去，哈，也有办，哈。好，这个。时间太赶，差不多了，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哈。好，刚刚秘书长有讲到，2011年的12月20号至23号，我们有组织150位的台湾民政府的内阁成员，去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参拜39100名的台湾的英灵的慰灵祭哈。好，这是我们拍的这个纪念照 ，OK。那我们是被用政府的规格去接待，因为日本一般的日本平民百姓，他只在前殿，啊，拍两个手，鞠个躬，就算祭拜完了，就回头走。我们是被邀请到中殿的侧殿先去休息，啊，我们在那边整这个演讲，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中殿去祭拜，念祭文，还有跳高沙族跳战舞。好，来慰藉这些死去的，为日本天皇死去的我们日本台湾人。好，好，我们还到最内殿，那是日本的内阁阁员才可以进去的地方，我们也去到里面去祭拜。OK， 好，这也是日本皇居好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日本的国旗跟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哈。
那么我们来看说，那么到底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未来会怎么样？那个陆海空三军司令部，这个已经裁撤了，哈，现在已经没有司令部，剩下指挥部，啊，现在都改做指挥部。现在我们有215,000的兵力，最后要精简到120,000人，啊，精简一半。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将会进入台湾，啊，大概是在明年的，啊，明年中，啊，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要撤到金门跟马祖。或者福建有一个最大的外岛叫做平南岛，啊，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好，那么为何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我们听到这个都会认为说，哦，阿强阿被给人拍，其实不是哦，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副国务卿佐利克，啊，他在2006年讲的哈，他说。他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外交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上说，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这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好，那我们再看清楚一点，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的白一点，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三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那意思是什么？出动军队要战争，就是打台湾澎湖啊。为什么美国可以这样做？好，我跟你说，台湾简单的来讲，台湾有两个主人，一个是握拥有。台湾主权的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还有一个叫做债权人美国，因为美国为了打日本，牺牲了很多美国大兵，哦，死伤无数，还有他的航空母舰被神风特工队击沉，飞机也被打下来的，这些战争的损失，你战败国要负责赔偿。那因为日本没有钱赔，怎么办？只好战争。等于暂时把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好，包括主权，暂时被美国监管。就好比用银行来讲，你拿土地去抵押，把所有权状抵押在银行那里，等于我们台湾的主权是被美国监管当中或者握有当中。但是你要注意，握有不代表拥有，因为没有过户啊。我们银行，我们土地去借款，只是抵押在银行手中，并没有过户给任何一个人啊。哈，那个所有权状上面的名字还是大日本帝国天皇。OK， 好，所以你这个战争债没有还，你就要把台湾拿去哪里啊？你要独立到哪里去啊？你要向谁独立啊？独立是。跟一个母体连在一起嘛，你要独立出去，你要问这个母体要不要让你出去啊？你要问天皇要不要？你要问债权人美国同不同？你都没有问这两个主人，你就要去独立出去啊？哪有这么简单？ Okay. 好，好，那又美国又一直说台湾不可以公投。你看陈水扁，他头一任期。他跟美国的关系还弄得不错，跟小布希弄得不错，跟美国的那个反恐作战哈也很配合。可是到第二任他上任的时候，他没有连任的压力的时候，他自己想要走他的台独路线，这就踩到美国的红线。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关系不错，所以他们要去中南美洲那些小国家访问。小布希给他安排可以直接飞机飞到美国的本土的纽约，而且住在纽约的饭店，可以跟台侨握手寒暄，然后才去中南美洲。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第二任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阿扁一直在弄什么要统独公投啦，或者是什么防御性公投这一类的公投。
已经踩到美国的红线，所以那次就安排让阿扁的飞机飞到那个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好去那边加油过夜，回去都要光个屁屁说，好，那就是你不跟美国合作，不听美国的话，哈，所以要回来的时候也不让他飞回美国哈本土，所以阿扁受气，所以他搞个什么迷航之旅，他还飞到那个利比亚去哈，去格达菲那边 ，OK。为什么不可以公投？就是因为你把统独公投，我们把2008年跟去年总统大选，把它当作统独公投。从外国人的看法来讲，哎，你们台湾人从选举那天拿中华民国那个身份证去到投票所去领选票，我们就先输一半了，因为。你已经自认为你是中华民国国民，简称你是中国人，你自己承认你是中国人，你才会去参加这一场选举。好，你在自由意志之下，你去投了那个票，票开出来，统派的马英九两次都胜，那就表示你们台湾人大部分人都需要跟中国统一嘛，被中国管嘛。好，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美日要怎么来保护台湾？你们自己选择要让解放军进来管你们呢、啊，那我怎么可以违背你们在自由民主意志之下投票出来的结果呢？美国要尊重你们民主的那个选择啊，哦、所以美国很害怕，所以千方百计就在挡。好，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台湾这个岛上面有住有两个国家的人民啊，不同国籍的啊，一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一个是中华民国国籍的中国人，两个人怎么可以在一起为了台湾的前途来投公投呢？这应该是我们台湾自己人的事情啊。就好比我们有一个房子要装潢，我们还要去请邻居来说我这个壁纸要贴什么颜色的，你要跟我讲一下，我们来协商，是这样吗？我们家的事是我们自己处理嘛，怎么可以让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来干涉啊，所以两个国家的人住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办公投，我们要先，所以美国才要求我们要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先把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跟那些中国难民分清楚，以后我们才可以自己办公投，是台湾人自己来决定台湾的事务啊。OK， 好，这个刚刚讲过了哈。这就是我们要训练4000名，还要至少要核发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好，以上才可以。好，啊，因为我时间很快的哈，讲超过了，这个明天有时间我再继续讲好了。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好，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的餐厅遐会当食点心吼。